这个平号打得好，一坐都坐不下。别腻歪了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冰墩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冰墩墩。好，我有两个冰墩墩，走了，过去对面玩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勇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下着大雨，也要杀鸭子杀鸡。刚刚跟我妈我爸在后面把20多只鸭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爸现在已经拉过去了。本来是说要拉到镇上去让那个老板帮我杀，结果那个老板家太远了，拉过去跑来跑去实在有点不方便，然后还是对面那些嫂子那些邻居手工来杀。现在我爸估计已经到了，我也要准备过去了。20多只鸭，等一下雨小一点再来抓鸡，现在雨越下越大了。那鹅在那里洗澡，这种下雨天鹅最喜欢了。说啥悄悄话，说啥悄悄话啊，不能让我知道啊。说完了吗？我告诉你一个。走了，我们出发，啊、去对面啊。今晚上一起来打苹果，我辣椒我都带好了，然后有红油鸭血要放醋，有红油鸭血要放盐，我也都带来了。放一点点醋就可以了，嫂子。这是那个朋友自己要求的，那个血里面要放醋。大小冰墩墩，你们俩今天要听话，不能乱跑哦。永泽的大厨要开始弄血压的血了哦，难怪那个朋友说珊珊回来了，我那个血压我就不担心了。这种天气烤烤火是真舒服。这是青头鸭，我自己家的，这就是朋友们说的青头鸭，今天晚上拿来给大家加餐的。珊珊说做永泽血压，今晚上的血压就看你了哦，给大家加餐哦。我要把它调好一点。好，反正鸭血是给你弄，今天20多只鸭子的血。弄完鸭血，等一下又要去收鸡蛋。今天注定是很忙的一天，没办法，下大暴雨，不好抓。刚刚20只鸭子，我跟我爸妈抓了好久，还有20只鸡，还有只鹅。今晚一只鸭子在嫂子家打平火，嫂子出米，我出菜。那个豆芽的拿过来。好。还有那个西湖南瓜。这鸭子没换毛，就是好拔，拔起来光溜光溜的。这个鸭子一看就是好吃。你看它背部好黄的，比较香，这种鸭子刚好10个月还是11个月的鸭子，这样的鸭子最好吃的了。这人多速度就是快，一次性5只。鸭子杀的差不多了，这鸭子还挺漂亮的，整体来说。刚刚我过去跟我爸把鸡抓过来了，两笼鸡，那边是一只鹅。嫂子这边挺方便的，这样水直接倒出去了，比我那边方便一点。像这种最漂亮的。咱们今晚要吃的鸭子就到这，青头鸭。这自己家养了一年的哦。好瘦哦。养了一年的鸭子，鸭公是这样的，鸭公长不大，你看我也长不胖了。现在过渡吧，过一下呀。你来呀。我不敢跑。你反正今晚是你下手了，这两炮了，我过去拿菜去了，打苹果总不可能只拿一只鸭啊，我过去拿菜去了，拿那些菜，刚刚抓鸡的时候忘记拿菜了。我妈还是有耐心，这个鸭头有点难搞，这弄得干干净净的。现在再过去拿点菜，我刚刚骑三轮摩托车过去送一只鸡，多抓了一只鸡，就拿了点胡萝卜跟南瓜，豆芽菜忘记放哪里了。豆芽还有拿了个姜蒜苗，蒜苗姜嫂子那里有，大蒜嫂子那里也有，蒜苗扯一点吧。那只傻鹅又跑到那个后面去了，又出不去了。你都洗了？没有，我是用水泡的，等下还要拿去那里洗一下再煮。小姐，你要去吗？我怕你乱跑，下次带你去啊，你乖乖待着。一眼就瞄到河中间5只鸭子，这河里面下来的是水库的水，我妈在这里直接弄鸭肠子的。大冰墩墩，你要叫叫了吗？你要睡觉了吗？小冰墩墩，你睡不睡觉？你不睡啊？那今晚睡早一点哦。这农村里面的田到处都是鸭子，开始下厨了。把那黄豆先炒一下，炒熟一点。黄豆干嘛？我血压呀，血压里面放黄豆。对啊，或者是放那个青豆啊，都好吃啊。你安排吧，反正我也不懂。
这个厨房外面风景好，站在这里切菜一望无垠。今晚上还挺丰盛的，我就地取材，鸭肠、鸭肝，然后鸭肉，还有胡萝卜炒鸡蛋、南瓜丝，还有个豆芽菜。阿姨，哎，等一下你把这鸭子砍了啊。好，我怕我砍了这个屁股不要了啊，屁股坐下吗？屁股，这不是屁股，这节不要屁股，这里切一点点出去不吃。别别别，那是鸭美丽，不是屁股。屁股倒了，留给罗勇吃啊！再把统统宝刀不锋利。哎呦，都需要在这长些。你来了。刚刚开始换鞋子了，每一分钟就到家了。厉害，给小兵墩墩点赞。今晚多吃点鸭肉哦。南瓜是清炒吗？切丝，清炒。你砍我就完了。你打赢妹妹，你很厉害吗？可这样子比较好捂的。今天是全程记录啊，都是手工的，没有机器。今晚上挺丰盛哦。怎么怎样？切好的炒菜了。这个鸭肠把火锅好。好干净的鸭肠。我嫂子家有两瓶好东西，酸菜。农村里面这个菜炒鸭肠子好吃，拍一下才能拧开，这啥鱼？现在快搞完了。今天抓错了，抓鹅公抓了一只母鹅，这只鹅蛋还在肚子里。现在开始炒鸭子。对啊，把水分秒钟让牛来爆炒。这鸡也要回家了，下面好多鸡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是不是？洗干净了，都搞好了。母鸭母大锅，你知道这只鸭多重吗？杀好之后就3斤多一点点，好像刚好才3斤。等一下，一大锅。放这个绝对。如果有那个青豆豆更好。鸭肉的香味出来了。大家都说以后视频由你来开头。那开个头就说大家好。我是谁谁谁是吧？这很容易啊。胡萝卜。胡萝卜在桌上。他来当老师。哎呀，罗一贝。你们两个来当老师，我们三个当同学，然后不听话的。哎呦，我家这小老男的领导能力还可以哦。不要怪我打工不好啊。大厨师打工可以。还没看到后面关鸭子怎么样？之前的小鸭子一直没去抓，就是因为没搞定地方，那个田不租，然后我那个田这段时间下雨，然后一直没搞成。这个后面刚刚我问了一下我堂哥，这个后面没人种。这一碗我估计装不下。现在吃一个抓钱的爪爪。大家一起吃吧。这个爪爪有点花。鸭肠好香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今晚上肯定是一大桌。我把东西往那撇，你切，俺好看。哎，你切，你切去吧。锅好重啊！嫂子来帮你忙了。还没锅。喂呗。你要让大人先坐啊，你不能坐桌子上啊。我怎么有人管？大厨今晚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是阿姨他们辛苦。把这两个菜炒好就可以吃饭了。要让他们先吃吧。这个炒好了吗？来来来，鸡蛋鸡蛋。干嘛？真的是一大桌，跟过年一样热闹。吃那个胡萝卜，单份的。这俩为了你妈妈那人呢？一大锅两个人呢？一位。怎么了呢？鸭子你没吃完。我爸一过来要小酌一杯了。好大的风，伞都吹坏了。你们三个在这里干杯了吗？不是，小人跟小人坐，大人跟大人坐。哦，小孩跟小孩坐，不是小人跟小人坐，大人跟大人坐。阿姨，谢谢。不要小人坐，因为要到后面。
这个平号打得好，一桌都坐不下。我也要吃饭了，抓鸡抓鸭拍视频，然后帮忙弄包，也搞了一下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肚子有点饿了。